样子，不要这样子。我看电视一直看到你的节目，说，哎，这边夏雨轩，我不是过两天要跟他碰面吗？那那个大家有空也可以转一下电视，看一下《男神时代》，顺便宣传一下。好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交通部观光局非常大度量，好不好？谢谢你们。那因为之前我有主持过外景节目，有2年的时间。是是是。那因为前阵子都在拍戏，其实已经很久没有出外景出去玩了，所以这一次想说，这下好了，这。我一定要出去玩，不然就让我去。哎，这根本就是为你设计的活动嘛，这植入太深了吧！立刻跟经纪人说，拜托，拜托，一定要让我去。是是是，用尽所有的力气。好，除了我要多支持，我知道其实雨欣非常支持我们观光局，今天有这么多的那个风景管理处的哈，这个长官们啊，有尽量要代言的可以找你，对不对？对，要帮你宣传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夏雨欣。如果大家就是想要代言或者是有任何观光的活动的话，旁边我经纪人的话好了啦，夏雨欣，开玩笑，不过他现在真的是很红，我想我们要敲他时间都很不容易哦。我想他一直是一个非常努力的一个艺人哈，我想尤其他的形象，这个旅游节目哈，我想这次各位你回头看看哈，那个雨欣。外景的关系，我除了台湾本岛已经跑透透之外，离岛其实我也搜集完了啊。真的吗？我都去过了。你都去过了？我都去过了，真的。竟然敢放话，真的啦，有点想考你，有点害怕。真的吗？可以的，真的好。好，那这是什么岛？这字怎么念？吉贝岛。好，哎，很不错，不错，不错。哦。哎，不过，8月的时候，那个雨欣就要跟着我们的制作单位，我们要一起到那边去玩。对。就是这次的主题，跳岛揪起来。对。要到还会走到湖西小镇，然后我们这次是用个网络创新的方式，然后来 PK。我先说明一下，因为这次我们有一个素人海选，我们有选出来的人可以跟夏雨欣同队 PK 这些岛主，对不对？哎。不要小看我，我跟你讲，我也是游戏王，好不好？啊，真的吗？要 PK 的部分，我也是没有在担心的。这跟参加什么宪哥、瓜哥综艺节目不一样啊，这些都是专业的岛主哎，你确定？我可能没有他们这么厉害，但我也不是省油的灯。对，那先问问他们好不好？因为你们愿不愿意他跟你们去啊？可以吗？我们很欢迎，可是听说机位已经满了，哈，好像没有空位了。没有什么。没有机票，没有机票。夏雨欣小姐，还是说谷歌说话了？谷歌说话了。那算我回家算了。啊，开玩笑啦！不行，我们花那么多钱请你来不行。不是因为，就是我太想参加这个那个活动了。是是是。我想没有机缘没有关系，既然来了，我直接跟你赌一把，你敢吗？好。如果怎么赌怎么赌，来。不是因为我们出去玩嘛，我们边玩边 PK。那如果 PK 的过程当中我赢了，你要把机位。让给我可以啊，哎，想清楚，想清楚。你要不要再想一下？让给我，去离岛不坐飞机，那个机票让给他。但是没关系，因为有输。是你看那表情，他们表情已经有要哭了感觉，他们不想坐船去。没关系，但有输有赢。好，如果说我输了的话，我搭船。哎，好，今天有录影啊，有录影作证哦。有，这一段要剪进去了。好，这不过这个。夏雨欣小姐，虽然你贵为这个人心那个人气这个甜心人气女星哈，是，还有我们的岛主，不是你们两个说了算，因为啊，你要来参加我们台湾观光的活动，要宣传啊，对，还有一个人物，要他说了算才行。谁这么伟大？太可怕了吧！你们还不算，好不好？欢迎组长。太水啦！他生气了。生气了。哎，组长来这个。来，这个下暂停，是要给我的吗？来，这个夏雨欣下暂停啊！哇，组长来了，我们掌声欢迎我们的欧雄组长。哎，雨欣，他的人气不输你啊，不输你啊！来，他比较红一点。来，好，这个下暂停哈，来，这个第一关哈，欧雄，第一关看一下，我来看一下哈，跟着欧雄我来跳。爱死爱死你，吃冰舞 ，OK 吗？哎 ，Hello， 跳舞哎。啊，对，你是北艺大，而且是舞蹈的。国立台北艺术大学舞蹈学系。好，可以了。而且我听说你劈腿又很厉害，我知道。对，我知道。跳舞 OK 的啦。哎，吃，开始。来，后面的岛主请认真一点。来，林光贤最高的那一位龟山岛岛主，请你跟上拍子。继续，呜！我
可以吗？可以吗？还撑得住吗？可以来掌声，耶、yeah ！应该有过关吧？还不够准啊 ？OK， 好好好，我懂啊，好 ，OK OK， 还是要 PK 一下 ，PK 一下，来 PK 一下，来来来。跟我 PK， 等一下，这样子不行啦。为什么？不公平啊！怕了是不是？不是怕，是他们这么多人，然后对我一个人这样合理吗？哎，对呀、啊，我们的素人海选还没出来啊，还没有出来哈、哦。对啊，我可以就是邀请几个跟我一对吗？那我比较熟啦，这些我挑两个好不好？好，那就那个跳绳跳到已经在生命中一直跳过来我这里，来跳过来这里来来，紧张您紧张，来来来来好，那个我们先来看第一题哈，来来来，我来这边好，我来这边好，我来这边好 ，IG 账号喽，耶、yeah ！来，我们接下来这一段呢，要请所有长官，哎，我们先跟岛主合照好不好 ？OK 了吗？后面还要拍，好，谢谢，好，接下来请来我们看一下哈，清凉下海，还有骊山彩虹下的约定，宝岛仲夏节，夏天不要忘了，交通部观光局有一系列的活动哦，消暑上山、清凉下海都在我们观光局，大家一起到台湾各地去旅游，不要忘了还有吉贝沙滩嘉年华、芙蓉沙滩艺术季，来看前面，好，我们看右手边好吗？右手边的媒体，谢谢，这个马上就会。